些人，你们怎么都知道是维密？那你们这些人不简单，平时经常给女孩子买吧？没有，这是我给自己买的，这是我给自己买的。Hello。我在外面，哎，我给你们看我买的睡衣。我好突然啊！就是这么突然，因为我要去看电影，然后我在等，要等很久。当然不能给你们看睡衣，但是就是保守的睡衣，一点都不性感。但是因为你们看了会失望。这个光打得太丑了，但是没有办法。戴着口罩来的，不用看清，不用看清，我就是希望你们不要看清我的脸。朦胧。刚我们在路上有遇到一个男的，他在我的左边，好可怕，说了一句，然后跑去甜甜那边跟他说了一句嘿。你知道他为什么跑来我这边？因为他跟你说黑的时候，我瞪了他一眼，我这样看了他，瞪了他一眼，然后他就立马跑过来，我当时吓死。当时他在我这边立了一下，然后我们看了他，然后他跑去甜甜那边立了，甜甜跟他说 Don't touch me。对，对，关键是他碰了我的肩膀，他说黑以外还碰了我肩膀，然后我就说别碰我。我说别碰我。谢谢 Rabbit 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好可怕哦，我觉得他好可怕。对，你们知道吗？我这个星期已经这是第几次了？我这是在街上的第几次？你们还记得我之前在口袋房间跟你们说我被一个男的也是碰了肩膀吗？就好烦，就好奇怪，我最近是怎么了？烂桃花。我最近我要去烧香拜佛。救命啊，我最近需要护身符。我是黄头发的时候从来没有过，就是因为我黑头发太乖了。我
我是黄头发的时候，没有人敢这样。对，就跑掉了。然后我刚刚重新路过那的时候，就怕他守在那儿。我这个红头发看起来这么野，他居然都还敢来。仔细的观察一下我的眼睛，我的眼睛跟我的卧蚕一样大，我的眼睛跟我的卧蚕一样大。谢谢星儿，谢谢。没有，我没有在吃饭，我在等看电影，等着看电影。不会这样。看《指环王》。很少看到，就是。谢谢您搁这搁这呢，送了一个秋天的奶茶。这个 ID 有点另类。哇，笑死！羡慕我什么呀？羡慕我的卧蚕跟我的眼睛。对，和小爱。首先。谢谢仔仔早点睡送的两个秋天的奶茶。首先可能是眼睛小的，其二可能是卧蚕大了，不然就是我的卧蚕跟我的眼袋长到一块儿去了。卧里门外有一个男的很猥琐的对我们笑。不会是那个男的吧？吓我、那个！怎么这么多猥琐男？救命！天哪！为什么今天这么多？我这个玻璃门刚刚就站在这个地方。哦，好恐怖啊！很大的一个脸，然后对我笑。好恐怖啊！最近怎么了？最近需要有人保护我，我的守护天使在哪里？我的守护天使都没有出现。我需要保镖。我今天很孤单，然后我就找了甜甜，她愿意陪我，她是不是我的守护天使？哦，可能哦，可能哦。对，很神奇。我没有守护天使。我在说现在是不是就是我的守护天使就在陪我。我需要守护天使保护我。心理阴影了，是怎么了呢？大街上搭讪的人，你搭讪就搭讪，为什么还要碰别人？搭讪怎么说他们的不知道，但是肯定会很早。我真的很讨厌别人碰我。应该会很早。真的，我觉得很没有礼貌，不要碰别人。我好可怜，听着好可怜，是真的很可怜。小马尾吗？对。
我去欢乐谷的话，大家要来。要来旋转木马那里找我，不要去过山车那边。我昨天晚上跳到三四点，我一件也没有买到，我一件也没有买到。然后最近科科要过生日了，然后小天使也要买礼物，然后又月底了。要不科科我不会坐过山车的。我给他塞一个五块钱的红包吧。我是不会坐过山车的。科科对不起，因为是月底，所以你的好朋友我只能给你发五块钱的红包了。笑纳吧。5月2号。五月二号。哦不，会给你发5块2毛0。我们之间的感情不会因为几块钱而产生动摇，因为我很讨厌失重感，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知道的，我就是那种跟你们说过，我是个很讨厌失重感的人，我对那个是有恐惧的，所以什么过山车这种我都坐不了。所以欢乐谷的外物让我其实很讨厌。剩下的9995。对啊，那天是外物，然后晚上白天是欢乐谷，晚上是公演。然后白天欢乐谷的外物还要做项目。应该不会每个人都要坐过山车吧，应该可以自己选择吧。应该不是必须要坐过山车吧，那我就去死。我不行，我真的不能坐过山车，我会死的。我真的不能坐过山车，真的那个失重感不行，我真的不能坐。知道怎么给女孩子挑礼物吗？就是如果说首位先生，希望不要。对，一般会给女孩子送。坐海盗船都不行，因为海盗船也有失重感。我主要是在于失重感。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重要的节日不要送书的，因为人家吃过就忘记他吃过什么。旋转茶杯这种没有失重感，但是我怕他会要求你就是坐那个过山车。如果有外物要求你坐过山车的话，那我可能会不参加这个外物，我就不会参加这个外物了。我不会参加这个外物。就是如果是必须要你坐过山车的话。谢谢。如果我送了一张卡，那可能是小光天使爸爸喜欢的。这跟共床有什么关系吗？太恐怖了。我现在没有存款，但是也没有负债，好吗？我终于在前2个月把所有的信用卡都还完了，可以。我欠了4年的信用卡，在2个月前还完了，好厉害吧？但是我觉得我要谢谢我的粉丝。所以呢？谢谢你们平时给我的支持。蹦床并不能治愈失重感。蹦床安全吗？蹦床我玩过，安全吗？还行，也有一点恐怖。我后面的饼很大。哇，好大呀！
真的，这是我给你们画的大饼。希望你们吃下，不要客气。没有信号，你去村里了吗？你是去哪个小山村的？没信号了。怎么样？不错吧？这个大饼。我跟你们说，每天经常，我的粉丝会经常给我发一些他们的中午的午饭啊，或者是他们吃的晚饭呀、啊，他们吃的火锅呀、啊，他们吃的那种什么什么餐厅什么的哈，就很好吃哈。有时候我嚼着我的泡面，总是觉得他们对我来说，他们有点过分。你们懂吗？我去给妹妹买那个鸡块。对。看不出来呀、啊，你们。因为我在一个商场里面，它就很吵。没有没有，今天没有吃，今天这个是咖喱。一个咖喱，一家印度的菜，是咖喱鸡肉。然后那个还是外国人，但他中文好好。他看起来是新疆还是印度人？是吗？我以为他是外国人。不对啊，印度咖喱应该是印度人。可是他看起来不太像。嗯，他是中文说的非常溜。没有，我们成员是没有耳机的，你们想的太多了。耳机吗？嗯。我们没有耳机。我在奢望我们到时候去店员的时候，他一人送我们一副。他会送吗？不知道。OPPO 听见了吗？OPPO 爸爸。OPPO 爸爸听见了吗？我想要个耳机，我的耳朵不太好，需要耳机。真的吗？那你们会来店员吗？你们是要来店员吗？抽到你们为什么要送货给我？你们来店员是要一定要买手机吗？我们不想从你们。你们会来店员然后买手机吗？爸爸的手里抠下来。那关键是我也不来长沙，我也想去长沙，我不想去天津，因为我去过了，我想去一个没有的城市，没有去过的城市。来武汉，我也想去武汉啊。我还去长沙。哦，我长去长沙是两个队啊。长沙是哪个队？我忘了。为什么我们去的是天津啊？我已经去过天津了，想去个别的地方。哦，莫莫前辈他们去过长沙。啊，羡慕。天津逛完了，你的天津，你是天津人吗？天津的，天津人啊，在天津上学。天津给我留下了不好的体验，因为我在那我去玩嘛。那我在北京，然后天津离得近，我就去那玩，然后给我留下不好体验，因为我被骗了20块钱。天津这个城市欠了甜甜20块钱。他骗了我20块钱。然后那里的人他就会各种忽悠你，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各种忽悠你。我去买小吃的嘛。我去买那个煎饼，然后我要去买个别的吃的，然后他就我想去买狗不理包子嘛，然后他就说你不要买狗不理包子，哪有我这
这个煎饼好吃，什么狗不理包子是最难吃的什么什么，然后就忽悠我买那个天津的煎饼，然后结果我买了那个煎饼巨难吃，很就那个煎饼里面夹的那个薄脆嘛，巨油，它炸的那个巨油，不是说煎饼被骗了20块钱，是别的。然后反正不好吃那个煎饼，而且还巨油。骗20块钱是因为我打车去坐那个摩天轮，天津不是有一个摩天轮嘛，然后我想去坐，然后我打车就去坐嘛，然后我一下公交车，不对，一下出租车，就是天津之眼，然后我一下出租车，然后那边不是有那种装扮的那种卡通人物嘛，就是人在里面的那种卡通人物嘛，然后我一下出租车，他就搂着我要跟我拍照，然后我觉得很可爱嘛，然后我就跟他拍照，拍完照之后他就给了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卡片，卡片上面写着我是聋哑人，就是跟我合照要付20块钱，然后我就觉得你又拒绝不了他，为什么我没看你就要谢罪啊，你又对啊，因为他先表明了他是弱势群体，你不够明显，你有让我看到，就是你又不能不给他钱，所以我就对天津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我说，不是，是因为他说他是聋哑人。领导教育过我的话，就是刻在我的心中，永远不会消失。开玩笑啦，逗你玩的，不要生气。开玩笑的。嗯，你知道火车站也是，很早，就是几年前吧，我年纪还小的时候，我听我妈妈说过一个故事，就是我妈她在火车站。就是也是那种像流浪的小孩吧，有一个流浪的小孩问他要钱，然后他就给了，就是因为我妈比较善良，她比较好心嘛，觉得小孩子很可怜，然后他就给了那个流浪的小孩钱，结果他回去之后，那个小孩子回去之后带回来一群小孩，然后追着他要钱，在火车站。就带了一帮小孩子都追着他要钱，这个给了之后有好几个小孩子围上来。谢谢后缀，还是老板，我觉得紫瑶楼。
干嘛这么说？出门保护好自己，是觉得我很容易被骗吗？其实我也有感受。没有了，我还行吧。我最近只是觉得比较危险。我觉得最近出门好危险。我觉得跟穿着没有关系吧。我今天的确穿的是短裙，但是我觉得这不能怪女生吧，不能说女生穿短裙你就不能出门，你就出门有危险。我觉得穿什么都是自己自由，我哪怕穿吊带我走在街上那也是正确的。短裙有什么好看的？就是短裙啊。我在想，刚刚去欢乐谷那些坐过山车的人，晚上还怎么公演？那好累啊！我觉得坐一次过山车，我的魂就没有了。我要缓一天，真的。所有人的头发都像爆炸了，是吧？我记得我之前在北京欢乐谷被拉着去坐过山车，坐完之后我缓了很久。我真的我缓了很久。我当天就坐旋转木马。请带上我。我带上钱钱两个人去坐旋转木马。我真的我不能坐那个，就是张梦辉拉着我坐的那个，巨恐怖。巨恐怖，我再也不想。然后那天你们拍了我的房子都是美美的。我真的不想再经历一次了，真的太恐怖了。你们要是想拍过山车的房子，你们是不是要坐在我们的前面，然后你们还要转头拍我们，就是我们的。我。然后你们就没有喊。前面，然后这样。但是我下来就腿软了，我下来真的腿软了。就是我下来就站不住了，我腿软了。上去坐。除非是一笔巨额。可能是一笔巨额，我都要犹豫一下的那种。因为我觉得人生不要想不开。有鬼屋的话，你能敢进去吗？我怕鬼，有鬼却你会伤我分毫。我不怕人，人却把我伤得遍体鳞伤。
你不怕鬼吗？我怕鬼，但鬼从未伤我分毫。我不怕人，可是人却让我遍体鳞伤。如果让我在鬼屋跟过山车里面选，我会选鬼屋。就是如果让你玩过山车跟鬼屋的话，你会玩哪一个？如果把这两只踢下来，真的很厉害。可是你如果不去鬼屋的话，你就要去坐过山车了。我选鬼屋。就是你的选择只有这两样，如果你不想去鬼屋的话，那你就得去坐过山车，而且是那种过山车，就是那种古木游龙。有一种垂直过山车会让我的命都没有了。嗯，就是那种国外发明的那种过山车上可以安乐死的那种过山车。真的有那种？对，你坐三分钟的过山车你就死了在上面。是被吓死的吗？是被吓死的，就是时速很高的那种。哎，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新闻吗？就是他们设计了一种。我觉得这个死的一点也不安乐。我知道他跟。我觉得这个死的有点惨。但是我想不起来。在睡梦中。对啊，当然是真死啊！就是真死啊！他们把这个当成安乐死。可是对于喜欢坐过山车的人来说，应该就是安乐死吧。你想你死的时候再做自己最喜欢的游乐项目。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身体承受不了那个速度和那种压力什么的。对对对，就是他时速很高，太刺激了。那是猝死吧。你吃的吗？吃了下午吃了个饭。排队排什么队？来上的，我的差不多了，手机快没电了。今天过了多久？半个小时。我在等看电影。不是看电影排队，电影票已经买好了，它只是比较久开场，开场比较久。你要关了吗？那我也关了吧，我要去看电影了。拜拜。拜拜。指环王，对，指环王。指环王。拜拜。拜拜拜拜。